湘潭还有董爱浩在大溪劈腿是基本技能，他对于外地或者是其他阵头我们不知道，听说都是绝招啦，那我们是基本款，对不对啊？同仁是弟兄，干嘛这样笑？没有讲错啦，我们大溪人没有在输的啦哦。咱冬阴声吼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吼，尤其咱中文组，咱中文组吼，咱的兄弟啊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我听说董二年纪比较大的也是要劈腿是吗？有吗？被董二你要劈腿吗？大家慢慢走，走到前面，然后跟他劈下去，我们就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老人家骨头不好，掌声鼓励，还是要掌声鼓励哦，不要为难被董二。冰箱，咱的行动团，咱的行动团吼，咱的东阿洲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吼，谢谢我们东阿洲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。
大公接楼主跟服务当指标，金碧千秋，恭迎咱杜宾社红树关心帝君，圣家莅临，接楼主团前来祝福，迎迎家三敬有礼，一敬有拜，再敬有拜，三敬有拜，献上千秋。祝前金碧金香接后，发现红绫受礼，车礼声停现，恭祝路边车关圣帝君，圣诞千秋千千秋，圣寿无疆圣圣寿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香接后。八仙彩礼，好了，礼品提起来，阿婆啊，赶快吼，回我咱的甘当署长哦吼。大家保重，大公接楼主甘同部当署长下。